上那个考权制度哈。其实这个考权制度哈，简单讲，考就是考选啊，考试院设两个部，啊，再加一个委员会啊，公务员的保训会啊，加一个是考选部，一个是全序部。基本上哈，基本上业务最大宗的哈，认真讲是全序部。那考选部只做什么呢？就是考试。那后面的全序、辅序、退休啊，还有任免、考绩、级俸，它这个法制事项是什么意思？前面的话是它全部啊，全部的内容。那这个要一定要背哈，同学，这是我们所谓宪法增修条文第六条，我们后面还会再讲一遍。那为什么在这边先跟大家交代呢？简单讲，先要知道你考试的内容是什么啊，这个重点在这里，重点就是第一个，考就是考选，全是全序。那我们都后来都叫做文官制度或叫做人事制度，所以同学你们现在就是叫考权制度嘛，对不对？就是这个东西。然后呢，主要它的内容，现在因为宪法增修条文第六条的内容只有这三项，这三项呢总共有十点内容，十点啊。除了第一个是考试，第二个就是所谓的全序保障、辅序退休。那老师教你这怎么记，叫做退辅保全，往后往前记啊。那这边就任考及升包啊，总共加起来十项。任考及升包是第三项的，任就是任免，考是考绩，及俸、升迁、褒奖，没问题吧？啊，任考及升包，这个是它的重点啊。然后再加上前面的，那任考及升包后面记得一个尾巴要加进去，什么尾巴？叫做法制事项。那个法制事项是什么意思呢？简单说啊，同学，简单说就是他只负责制定他的法律，真正在执行的是行政单位各个政府机关的首长跟他所任命的主要主管。同学听得懂吗？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部分。那前面呢，全序就是全序部啊，保障呢是保训会啊，保训会。那个辅序退休也是所谓全序部在负责。那考试是哪里？考选部。所以它包含了三个机关啊，同学啊，这三个机关要特别注意到，包这个业务包含在考试院下属的三个机关啊。第一个机关考选部，啊，第二个全序部，第二个公务人员啊保障及训练委员会啊，我们都称叫保训会啊，简称啊保训会啊，我们都通常叫保训会，这样比较快啊。后面还会啊详述它的功能啊。啊，保训会，这就是考试院下属三大所谓的功能组织。那当然，它还有幕僚单位啊，啊，什么政风室啦、人事室啦、主计室啊、总务处啊、啊总务司相关单位都有哈、啊。那我想，这个是考试院啊下属的一个啊重要的。那主要的业务内容就在这里：考试考选部、全序部啊、保障保训会。辅序退休都是全序部，那这后面任考及升包，这个要记一下哈。任是任免，考是考绩，级是级俸，升是升迁，褒是褒奖。我想这没有问题哈。各位同学有笔稍微要写一下啊，以后有最好要带个笔记本，然后用个笔记本写一下，做个小小的笔记啊，那手写一下。那任考及升包后面不要掉这个尾巴，它只有法制事项啊。我刚刚你讲过，可能要重复一遍，因为为什么？把这个讲清楚啊，那后面我们就很好上了哈。那下面呢，我们主要是说这个介绍完之后，我们会告诉各位我们这个这个系统的课程啊，我想你们内容就简简单单，这样就很了解啊。这所谓的考权制度啊，所介绍的就是这些十个内容啊，包含从考试啊，所谓的啊全序保障啊，你看啊。这个你们
保障全所谓的全序啊，保障啊，抚恤退休，然后再加上任免啊，考绩及俸啊，升迁褒奖啊，然后的法治思想，所以是十点啊，这个是基本点。那包含还有其他训练呢哈，训练。那我们今天上课啊，我们今天上课主要是要把探讨说后除了这之外，还有后面的人事体制。那这个是基本上第一个啊，第一个。那后面你们可以看得到内容，请看到啊，从第二页啊，第二页这边啊，第二页的后面啊，后面这边除了第六条，他们后面规就是从上面算起来第十行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从第十行，我们刚看完了所谓的任考及申包的法纪事项之外，后面还有。考试院生院长、副院长各一人，考试委员若干人啊，由总统啊提名，经立法院任命制，这是宪法里面规定的哈、啊。所以说啊，不适用啊，不适用宪法八十四条的规定哈、啊。这我想这没有问题。那它最主要由上面条文，就跟我们讲的哈、啊，就跟我们讲的考选部啊，这个内容看，请看哈、啊，内容以下面啊。这个就是考试院是下设考选部、全序部，掌管全国的人事行政事宜啊，这个是非常清楚。那考选部是掌理所谓的考试啊或考选行政啊，考试跟考选行政两者啊不一样。考试考完之后，后面所谓的啊所谓的金榜题名是另外一个层次，还有分发的问题啊，那是另外一个层次。那除了啊全序部啊，还掌管了宪法征求条文所制定其他的各个事项。包含我刚才讲的退服保全嘛，哈，就是全序啊啊保障，就是全序保障啊抚恤退休啊，那再来任考及申包，同学这是基本点哈、啊，一定要把它记起来。你看老师好在啊考试啊，这要在这个你重复一遍，为什么呢？这是基本点啊，考试啊，公务人员记得前面加个公务人员啊，两个都要加。啊，这是第六条。那后面的院长，所谓的副院长，你就简单叙述啊啊，设总统、设院长及副院长各一人，由总统提名，立法院任用之，这样就好了。啊，那后面这边加公务人员，啊，尽量不要写简字哈、啊，同学啊啊，那这边公务人员的，我跟你讲，退服保全，你要这样的话就很好记。这边就是全序。保障啊，抚恤啊，然后退休，为什么要重复写呢？因为啊，这个是重点啊，这个是基本点。然后任考及申包、任免啊，考绩。跟前面考试就不一样了哈，及俸啊，升迁褒奖之法治事项啊，好，写完，这就是，然后后面总统、副总统，这就是啊，这是所谓的院长、副院长了哈，不是总统、副总统，法治事项。好 ，OK， 这就是啊，宪法征求条文第六条啊，这个内容后面再加个尾巴，就是所谓的啊，考试院设院长、副院长各一人，由总统提名，立法院同意之任命之，同意任命之哈，没有问题，我想我们就。这个为什么要重复再跟各位讲？因为这是他我们考权制度的基本点啊，基本点。那也就是说，这个前面已经跟各位讲了，这第一个用老师刚才那个小小的图，就把这个前面第一个就把它解释完了啊。